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搞机零距离，我是 Yuki。 这个产品送测之前啊，我就相当的期待，毕竟呢初代产品号称是零差评，那么这代产品是不是还能延续这个好评呢，就让人非常的好奇了。从外观和做工方面来看啊，这代产品呢依然是保持了比较高的水准。机器正上方有三个实体按键，分别呢是开关、充电和局部清扫。正上方啊依然有一个激光传感器，开始清扫之后呢，这个传感器会开始高速的旋转，通过激光描绘整个房间的大致地图，避免了像有些机器人一样啊这个着陆基本靠撞的尴尬情况。这一代的激光传感器下面还加入了一个压力传感器，你摁的话呢能摁下去一丢丢，你可别小看这一丢丢。在钻沙发的时候呢，如果高度触发了压力传感器，它呢就可以向后退，这一丢丢的下压就可以保证它全身而退。机器正面呢还是加入了可以撞墙的前置压力传感模组，在扫描出房间的大致地图之后，它会有意的开始溜边，先撞一圈墙，这样呢一方面可以配合机身两边的沿墙传感器进一步的去完善地图的边界，并且标出家具的位置，另一方面呢也不会漏扫边边角角。正面掀开是成盒，这一代的成盒比上一代稍稍大一点，而且滤网呢是可以清洗的材质，减少了一定的耗材成本。在旁边呢搭配了一个小刷子，上面有个小刀片，可以比较方便的清理主刷上面的毛发等缠绕物。肚子上呢还就是扫地机器人的标准配置了，俩可以上下活动的主轮，一个万向轮，俩充电接点，一个边刷和一个主刷。前部呢有四个悬崖传感器啊，这个是为了防止机器人自杀的。这一代呢还搭配了一个可拆卸的拖地模组，可以很方便的把设备变成一个扫拖一体机。拖布呢是可以拆卸的，水箱上有两个滤芯啊，据说是可以控制出水量，在它稳定站立的时候可以不出水。石头机器人依然呢是可以配合米家的 APP 使用的，你可以在 APP 上对设备进行一些基础的设置，也可以直接通过 APP 远程遥控，还能更改它的声音啊，比如说变成这样。请尽情吩咐妲己，主人暂停，猥琐发育，别浪。这代设备还加入了指点清扫和画区清扫的功能，这样呢即便你对它的清扫效果或者是路径规划不满意，也可以手动画重点。那有些土豪呢可能家里边特别的大，或者是房屋的结构很复杂，也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分块清洁，基本上可以取代之前的虚拟墙。那么在正式进入实战清洁之前呢，咱们先给它出几个小测验，看一看啊它在这几个单项能力上能不能让我们满意。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它的清洁力。从小到大啊，我分别准备了咖啡粉、碎牙签、纸屑、纸条和瓜子儿。选用遥控功能呢控制扫地机依次通过，单次清扫之后啊，碎牙签和纸屑都比较完美的清除了，超细的咖啡粉呢有一点脱粉的情况，重量最轻的纸屑有个别漏网。那再次清理之后呢，除了咖啡粉以外就全部都完美的吸走了。翻过来看啊，长纸条呢有一些缠绕在了主刷上，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其他的呢就都进成盒里了，应该说呢吸力还是比较理想的。而且这代的机器还能够自动识别地毯，如果走到了地毯上呢就会自动加大吸力，把藏在地毯里边的灰尘啊也全部都清理出来。第二项呢我们来测试越障和脱困的能力。面对 1.5 厘米左右的书籍，石头机器人可以毫不费力的通过，官方呢给出的极限数值是2厘米，过个家里的小门槛啊什么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放在电线堆里的情况下呢，它也基本可以蹭出来。我测试了好几轮啊，唯一一次困住它的我没拍到，那一次呢是赶巧了，线头呢一开始就缠到了主轮上，导致了机器人直接停转然后报错。虽然大部分情况下都能脱困啊，不过呢大家平时在家里用扫地机器人的时候，我建议你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地上的电线什么的，能清的尽量还是整理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装上拖地模组来试试看拖扫一体使用的时候会不会和泥。这个环节呢我还是用了咖啡粉，为了拍得更清楚一点，我放的粉啊有点多，
单次清洁之后呢，地面有一点脱痕，而且摸上去稍稍有点黏，需要再清理个两三次才能够彻底的干净。我建议大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啊，就别犯懒了，先单独开一遍扫地，在地面灰尘残留比较少的情况下呢，再去使用这个拖地模组。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言呢，它的这几个单项测试里边表现出来的成绩我还是挺满意的。虽然啊，它依然是有一些扫地机器人类产品的通病，但是呢，在我所接触过的产品当中啊，这个表现就已经算是挺不错的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实战演习。我们所在的这间会议室啊，有一面墙呢是圆形的，桌椅是比较多的，不过总体上呢并不是很拥挤。我又在地上放了一点障碍物，并且在各种边边角角和桌椅的底下都撒了少量的咖啡粉。开机之后，机器很快就扫描出了房间的大致结构，然后呢先溜边清洁了一圈，然后以家具为划分点，自己呢划分出了几个大的区域，开始分块清洁。这个算法是我看过的所有扫地机器人的算法当中最智能的。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整个房间呢就全部都清洁了一遍，包括凳子底下、桌角的边缘等等相对比较死角的地方呢，也没有残留的咖啡粉，而且还没有太多的重复清洁区域。全部清洁完成之后呢，回座充电的过程也很顺畅。我后来又拿到了我家里去试了一下，我家的环境就非常复杂了，这套算法的表现呢依然是很理想的。除了太窄，它完全进不去的区域和各种夹角的部分呢，其他大部分的面积都可以完美覆盖。尤其让我比较满意的是啊，它在遇到了桌椅的腿儿或者是其他相对比较重的摆件的时候呢，都会绕圈清洁，而不是直接转向，这样就能有效减少了清洁的死角。另外，它的学习算法也很棒，在首次完成全屋的地图绘制之后，它在后续的清洁之中会直接躲开之前困住它的区域，而且呢，清洁的速度和回冲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不太满意的地方啊，就是它对比较轻的物体呢，还是会采取这个强行推走的政策，这样呢，养宠物的家庭可能就要注意了，它八成是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的。另外啊，我发现这种连腿的折叠凳是它的死穴，特别容易架在上面出不来。而且如果家里有比较重的这个拖地的后窗帘，它有时候会钻进去，然后窗帘呢就会挡住顶部的激光传感器了，就会很容易困在里边。另外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它既然能识别地毯，那么为什么不在拖地的模块上面直接加一个传感器，识别到我把这个拖把放进去了之后呢，就可以自动的绕过地毯，就会比现在这样要方便的多。好，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综合它的单项测试的表现啊，清洁的算法以及在复杂环境下的表现来看呢，我觉得这款扫地机器人在我用过的产品当中算是相当好的了，所以我愿意给它一个 A。 然后呢，再综合它2499元的售价，我愿意给它的最终成绩是 A+。经常看我视频的同学们啊，可能都知道我很少会给一个产品如此高的评价，但是说真的啊，这款扫地机器人呢，在同价位同类型的产品当中可以说是不存在竞品的，甚至呢它的表现要好于我之前评测过的7000-8000块钱的同类产品。那么比起上一代的米家扫地机器人来说呢，这代产品的诸多升级功能在我看来也都是非常实用的。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代和二代之间纠结的话，我建议你多花点钱上二代，会比一代用起来更舒服一些。当然了，如果你是那种天天自己扫地拖地特别勤快，而且忍受不了各种清洁死角的人，再或者啊，你家真的拥挤到真的到处都是扫地机器人进不去的死角，那么对于这两类人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就不太适合用扫地机器人，所以呢，我也不会推荐你去购买任何同类型的产品。但是如果你现在呢，就正在考虑想要去入手一台扫地机器人的话，那么我真的是非常推荐我今天测试的这款产品。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搞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要去休假啦，所以
下次再见到大家应该就是十一之后了，不要太想我哦，拜拜。 Why is everything so